这两个都是正品啊，然后大家可以先仔细的看一下他们的菱格还有皮面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的，然后看一下背面，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两种拿来做对比，完全没有可比性吧。然后这两种 CF 它们虽然都是羊皮的，但是羊皮也是分很多种类的，像经典款的这个羊皮它的皮面就很紧实，所以它不会出现说皮面会有点皱的这些情况，但是像这个金球的羊皮它是比较柔软的，所以它老是会出现就是皮面会有点皱，其实这都是正常的情况，所以大家呢不要把两个款拿来做对比，它们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完全都是两种风格。嗯，你可以看一下经典款它的菱格是偏比较饱满有点鼓的，然后这个金球的它的菱格是偏扁平的，其实有些时候看它又有一点方的感觉，所以它们是不一样的，这是菱格风格。